这是什么菜啊？菜烘啊。啊？菜烘？日本菜吗？菜？没事，菜烘有吗？啊？菜烘了？菜烘有，就这么。啊，这现在什么价啊？三块。这锅很大是吧？拿完吗？拿完给你吃了。满吗？里边长得饱满吗？都饱满的。没死的吧？没死的，死的都穿掉。不都给我来包保险吗？那水带呢？水都被你空掉完了。刚来那个小姐姐。啊，那个有会原来进那个圣寺的进了不少，因为我网上订的太大了，我们一直没有。其他没有，可能买小白菜。你还没吃饭嘞？用支付宝啊，这是微信啊。嗯、可以，支付宝、微信都行，扫这里。啊，这是你微信啊？啊，哦，微信支付这里。啊，好。二十是吧？嗯。嗯，到了啊。这小白菜多少钱啊？啊？几块？4块。啊，给我来两板的。我包包里再来点。我包你多拿点，因为这个三毛就没有了。啊？三毛就很少的。嗯、啊、嗯、啊，这些差不多够了。9块钱。几块？9块。哦，9块。